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县中兴新华美学协会推动台湾立工的希望工程已经进入第三年，这个含草屯疗养院、福建中心合作开设德基含插基课程，教导学员制作有实用性含趣味性的作品，大家相当认真做，过程是充满着疗愈感。本来是一百分哦，安尼改啊，今摆要改扣分哦。在完成着使用的碟碗，又搁底料后，学员继续来投入着小花圈的制作，无同款的创作技巧，有无同款的天分。草屯疗养院福建中心特别甲中兴生活美学协会合作，在平常时的大工训练甲课程以外，为学员来安排着练习讲解。本来就是说，我们学员因他们吃药的关系，可能会影响他们一些思考啦或动作操作的部分。那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手作操作的部分，其实是可以，就是一方面是心灵很疗愈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复健手部的一个复健。那我们借由这种操作的复健的话，是带动我们一个脑部的一个身心方面的一个复健。隆重备登课的时间，分别来进行着德基，再个插基教导，当中多讲学员，再个家属以工作人员作为参与，增加着交流活动，创作过程相当的疗愈。食到七十外岁，唔捌碰到这款笔，啊，感觉安尼吼，画到吼，安尼心情嘛真好啦，啊，真快乐啦。感谢这一次带活动的老师，他们都很用心在带我。像刚刚我跟老师反映说，我的视力不好，然后老师就很热情的协助。我爸就我一直画个，那个我就做工哟，我那个蛮开心的。哦，那我想起到就是小时候玩过所有战斗陀螺，然后组装，然后跟同学还有朋友对拼那种，就是很帅气的感觉。但我想到小时候就是很热血。就着推动着台湾立工的希望工程，中兴生活美学协会利用着创作甲精群活动，丰富着参与者的生活，增加成就感。我们一起陪伴他们做了竹碗、竹筷，然后今天我们做了竹陀螺，然后竹陀螺他玩的这样，在现场呢，然后制作好之后，自己的缤纷的陀螺，然后再做一个分组的比赛 PK 了，然后看看他们那种快乐的笑容，就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陪伴就是幸福的感觉。每一堂课有不同款的趣味，协会用心来安排，希望讲带好学员满满的收获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湖都。